咁多嘅問題，如果你覺得進咗落去啦，咁你就可以。咁唔會容易咧，唔會咧就係可以花好多時間，唔止咧，唔止咧，所以我哋就係，所以我哋實在點都唔會嘅。如果你做咗一件事，如果你唔會咗，但係。
讲啦，呢啲嘢咧就有普通嚟讲，系人做先知嘅。所以话呢一套先，呢个字啊，不如咧三个人都唔通嘅，每个人要揾个出路。因为就到呢个字都唔通，三个人都唔通嘅，每个人都唔要揾出路。如果坚持啲人做啦，到呢个时候啲人做啦。咁唔係十位，十位就再唔再唔得啦。今日嘅娛樂十幾萬，我哋講緊五千。咁啊，十萬千嘅利益係由上千娛樂所帶嚟嘅。咁呢度講講嘅事情係點啊？中國華語一塊大地嚟嘅，我哋講嘅係中國，但係二十五億中國嘅事。以上中之五十九節，係四就六，今日四十九節五五一節，以上兩節係兩四十九節，今日六十九節五五一節，以上三節係兩四十節。咁樣用緊一節嘅，一講呢個就講三十九節嘅四五一節，不論。一百幾萬，你嗰度萬零千萬嗰度，加你今日嘅收入，加你萬零千萬嗰度收入，你嘅收入，有人問我，有人問，出曬壽命者，不用要付嘅，加成進天就係半截，加產出有邊個就賺到邊個，賺一截。大房子咧就一件事，如果房子入咗啦，即系大件事。所以而家你两个唔一样，有真正有一啲话就大房子人，呢个大房子人之外，都系有啲人喺咁样嘅地方，咁前嗰个，所以就即系话第二啲人嘅地方，当然有三四十一上上边咧。三十五節，三節就係一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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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二十五、二十三節咧喺度講，一大二咧就從天降落十字架，一個三隻腿一隻腳，就是啦，二十三節。一大三咧，就從天降落一隻腿，係啦，三隻腿咧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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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幾多學生仔啊？係花頭神仙術，有等住住住個住神仙術，有人去學仙術嘅係等住神仙術，有學生仔就係嘛？呢邊係嘛？唔使嘅係等住。在北亚大陆，百分之三，等于多少？百分之三，现在每个亚洲中所有中国人是将近两亿，从中国是二百五十亿的中国人，在亚洲百分之三，你今天晚上讲的一些，你讲，你很难有困难，很多困难，现在北亚大陆的大学了。他在工地里面工作，在工地啊，所以他在工地上，他怎么样？搞清楚，非常好的。如果有人在弄，敲锤啊，打砖的底呢，打砖的砖头，他们两个打的一个动作，非常的成功。所以有人啊，能够做他轻松的呀。有自己的那个，
品牌它的商品来加在里面，理论上来讲呢，从百家红牛和这些百家红牛公章、红包章、红牛的关系，这些外包的都是商品的合作。有的商品讲的话，并不是在于它的品牌的，主要是产品的品牌的，产品的品种的品牌的发展啊，从百家里面产品的国外的这个。咱们当时就有提过，要要去干什么？管经济是吧？管这个经济是吧？那咱们当时管理里头，财政里头，你看，咱家里里头也在分担，就何能分担啊？你平常都干什么呢？要不讲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大家比较就把资金给出来，我等你讲讲，肯定要做。中国的媒体还有很多的媒体的资源，还有很多的媒体的资源，关于中国的政委的内容，关于党的中央的党纪，要是直接开始了，被选中的刚出来，要开始困难，要更加去增加媒体的资源。
我们的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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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人
朋友也是带着来的朋友都很好的。现在你要走的话，可能是高中的学生，朋友也很好。那么我要去的，刚的朋友，高中的，你们这个高中的，今天他来挺好的，还是能教。这个话题怎么聊？我们这里怎么了？你说你爱上哪个人了？还有我这个姑娘，你说呢？所以说，你看你常常别抬眉头了，就看我们客栈的感情好了。现在这个女生家里不就是装的爱情的那个？我请你吃饭，像你好几天才装，都不叫我请你吃饭中，哪像你呢？那你要干干什么呢？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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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到你来跟我，这个晚上的时候，这个雨真的很大，要是打过来，应该应该有个晚上，他说他那个声音声声的，三个眼睛都在闪着一样，就好了，三个大，要打起你这个一样，他就开始了，三个一样很正常，只要你选择了，在所有人啊。你住咧，香港個仔邊個有錢啊？邊個咧？住啊！住邊大啊？住邊個？我就話啱啦。呢住咧，首先啊，講俾你知道嘅，即係買香港嘛。但係假設一住咧，有住過邊個咧？有冇住過咧？有唔係話邊個真正住過咧？收錢嘅過嚟咧，佢上咗個最早嘅住嘅重要。另外呢，有一个同学也好了，同学也好了，他们的科技啊，慢慢提出了，就是说他的同学，同学的同学啊，有一些时候呢，要观察的，要大于一个呀，你不用等了，他就知道，好久的事，你就放心了，就放心了。这个过程都是少量的资料，将来新人啊，高级新人啊，我们几代就知道，将来新人啊，年轻人、高级新人啊，是干啥的？你都难找到人家，你都找不到人家，只有那些开头啊，最叫他的新人，他找起来就是。但是你的不干了的，人家爱他。三年才读了三个中学，这三个中学根本就不像中学中学准备，很大的差距。说到老和中的人家，我跟他差不多，远远的，远山高处啊，远满的雪山，你这个远近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的体育啊，体育打折了，我以前比赛三三折啊，今天呢，打成两折，打成一小折啊，要是下一段时间不打成输的，我回班走，我下个不升的就停止了。这么厉害，应该打他，要不打他。我们老一辈的人，我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。那种道理，从小就翻身生的，而且生的从小就翻身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不过小的本身呢，还是明白的，很重要的事情。老人从小本身都很清楚的。但是我想你看看你的
当然，大家就想从海上捞点鱼去钓，钓个鱼去钓个，做那个生意。曾经呢，我们曾经出发，到家里面，我起来的话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到哪里睁不开了，肯定是睁不开了，肯定是睁不开了，肯定是睁不开了。你可能想说搞多少头发的钱，这三千块，那你就不能搞这些东西。你要搞多少？他现在肯定的，没有两千了，是吧？啊，你说，从哪里来？你走到新疆了？新疆。我现在来做服务的时候，很多地方的，哪里啊？在淘宝上穿出来的，一个淘宝二三十红色的，我生产什么？你觉得能买多少？我只能买几十万的，很多地方的，很多大的，农村的，农村的农村的，很多的农村。
我们家老人手机的电脑，我们都是自己做的，所以都是模仿。今年的大家来了，你们大家开车，你们都是模仿的，你怎么怎么说？他们怎么说？因为我们是怎么沟通的？所以就大家就是国人的，要注意明白和健康的，要不党天人的。不清楚也，不可能的，百千分钟还有转的人，不过不是他人，不是自己的，百千分钟还有转的人。从那里面讲呢，很简单啦，不复杂的啦。讲呢，嗯，来呢，是吧？很多人会不看的，很讨厌的人。我说的是什么？我说的是他人，你分析，要比我他，跟你的百分分钟的成本来说，你叫的百分之百八，你工作如果成功了，你就相当了，你比我也来得快得多。因为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感觉是他的，但是怎么样？还是他自己，有生自己，没办法做决定，没有做决定，所以没法做任何决定。所以大家还是相约的就是这个，大家一起考虑，交流一下有什么。那我们体验一下。因为他也是高手，所以我体力就很大，但是体力，那你呢？本身很高，很厉害，所以大家要体验一下轻松中的轻松的生活，轻松的，轻松的生活中的快乐吧，轻松的。如果我轻松了，就不快乐了。就像回家回来就是这样，要休息的，在晚上家呢，就是白天工作的人家呢，永远不干。永远我们要讲，现在我们厂家家，这个，我开始，就像我们家同学啊，你们在晚上的时候，你们上班，你们工作。大约是九块钱的，这大约在我们，我估摸，那，那，我们呢，打工的打工的，都是这种，啊，都是这种，所以我们在打工当中，我们永远不要，我们不要在当中的自己，自己是吧？现在大家都有五个家，来支持。我们主要的五个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自己的，我们都要做。所以我们大家，我们在很努力，我们我们在做这个工作。大家在做，我们这边所有的学员大家在做。咱们都是大家伙，所以咱们要相信，有条件，有准备，方便，就是说，在做任务，当你们去干的时候，要在想，我防守一定大家伙的防守，我防守就是我，大家防守是好了，我不防守就是不行了，防守的功法。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人，这个是干不了。他做的任务就是这个。我当时的时候，我那个阿老们，我们就把这三个啊，这三个啊，是吧？他干的呀，工作上的，很开心。那明天呢，有光工资了，要不就来，我们就来。
咁最後咧，針對咧就係啊，好頻重要，就係每一次啊，有一個嘅每週時間，我哋係點樣嘅時間？就點樣？咁首先咧就改善咗啲，係啦，反而咧始終咧變咗唔慣，所以始終見到咧，因為做唔到手影出嚟，見到啦，就覺得好辛苦嘅。咁我即刻唔做得到，點解？見到係影到，係真嘅，係真嘅。都唔好做，都唔好做啊！唔好，而家都要搞搞，唔想嗰个地方，同埋我都唔怕，都唔怕，都唔怕，都唔怕我做啊！真系咁嘅，真系咁样啊！唔好唔好唔好，唔好唔好嘅。唔可以咁啊！全部都好啊，都冇得，就算你都唔使怕，全部都冇得，都冇人嚟咁樣。咁我同你講一個咁樣講啦，分工係分嘅，唔分嘅，你唔知道，你以為就係分，但你係分嘅啦。唔通你咧，我咧就可以咁等好啊，唔得等，你爭取，你哋爭取，咁即係唔爭取不公道嘅啦。佢爭取咗之後咧，就唔通你啦，就冇咗個後果啦。真唔到公平啊！真唔啊！真唔啊！唔公平啊！都唔知点解嘅，佢真唔知，都唔得，大错特错。正确嘅方法啊，唔好啦，就翻一百步，翻个步就应该做啦，就少啲。不不守时啊，浪费啲。但是咧，但系工作啦，我哋话上工就行啦，下工就咁做得，就辛苦咯。咁就做咗，不如咧又翻去工作。我哋人哋人工话就做咗啦，咁样嘅，咁就我都受苦。系咁样，先就工作啦，然后咧就打工。做咗人家做咗嘢，你得咗咧，先唔咁低。然後咧就一浪咧有幾大，最尖，最尖係最貴嘅，就咁樣。然後就問整個嘢啦，又做新嘅收入，又做新嘅收入，做咩做？你做到準備啦，係咪？係專門嘅，唔係咧，唔係好專注。我不知道我想要一个人的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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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
生死负担，他把阿三给搞得不亏，没找人帮手，不找人帮手，不找人帮手，想分担一下，但是不一样，他分不够阿三，所以我就帮不了，怎么办？不干，他真的好可怜，但你的生死他不管，我有人啊，你怎么办？分工，我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你有时候也会太过分急了。那分工呢？把你交下，我知道，我也是这样。现在当你不帮我，你打不了我，我就不会来这里。当你来的很可怜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太穷，我太穷，我也是这样。打工赚的，你们赚的。生生不息，要想做他们的工作，总找人呀，不服的，我们已经找了，是大家的工作，能找一个办公室，不做他们的事，人家把工作做好了，才能找到，找到的工作就是不难，又在上班，但是还上班的感觉。我很可怜，我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是现在你们都是人，我都是做不到工作，我年薪也就三千，但是三千很多，这个是三千万，你还可以比我做得出，我跟你讲，三千多万，他三千也够了，我也很满意。到底是怎么做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昨天在家里跟我说的，这个就是说的啥？你们昨天晚上大伙在那里开工，开工，开工，我听不着啥，那个不可能工作，不可能。那咱们怎么办呢？我看你，嗯。怎么回事？他们三个，他们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是说，我是三个人的工作人员，能走走就来了。这个能平台单位怎么管理的？这个是指定的工作，指定项目，然后你负责做这个工作。他们刚打过来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排你的工作，就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是刚刚来的，你也不要跟他们去争论，就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有这个方面，他工作方面的关系方面的方面，所以呢，他很想跟你用他，从这个工作来再增加别人的工作。
我今年，我今年没有去过，但是今年，咱们肯定是两个月之内去的，因为在北京，我今年的时候去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说我的梦，我看不到，还有人家去的，就我今年没去的，我就不知道今年，不管怎么样。在广东出来的，我也是。哦，再讲，都是因为，你讲的，怎么转台，这是怎么升级？那是呀，从三亚的，三亚的那个大学，你从哪里毕业？我们在广东出来的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嗯。我已经很紧张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在北京的房子里边，我准备应该感觉很舒服。幸好明天啊，我看你心情怎么样，正好有个心情。那今天双休呢，也记得改革嘞，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大的，能够心情就感觉心情舒服了。那今天双休呢，就感觉心情。我也记得，我们温州的大厂，我们的大厂，对吧？我们温州的大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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